一卡车的乌鱼有如洪水奔腾。阿嬷们拿着鸡丝，各就各位。这群阿嬷级的职业杀手，手脚利落，几秒钟金黄色的乌鱼卵就迅速地从鱼腹中取出，一刀划下，乌鱼子是大是小就向现场开讲。什么心情？这天，这天，这天，这天嘛，哎，这天，这天。